你看这个食物在这边，然后那个老鼠啊，老鼠在吃食物啊。你看人走过来，老鼠还继续吃啊，老鼠不走啊。哦，你看你看老鼠跑走了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个，你看，哇，都被咬破洞了，老鼠啊，这是要卖的食物啦，这是要卖的食物啦。这是要卖的食物，这还有那个估价单呢、啊。这看不懂他写的字。啊，你看这个老鼠都来吃这个食物了。那这个食物都是卖给人吃的 啊，老鼠都吃过了。你看那老鼠咬破洞啊，老鼠都吃完了 啊，放到这个半夜，这不知道老鼠吃了多少，但是这肯定那个厂商不可能把这个丢掉嘛，还不是卖给人吃。这个我上次已经有打1999反映过了啊，还是一样啊。